蓝色的战衣，指人家的风范，表面看落是陌生，但实际上熟络的企位，还有这下回眸甜笑，我敢断定他们是情侣、啊、其实我是看动新闻知的，十亿化妆品连锁店阔少嘛，之前还有指他是 Lemo 杀手，要慢慢去了解的嘛，要了解又不用慢慢、啊，据知系 JW 同十亿阔少拍拖之前咧，就有个稳定男友叫阿妈。又指 JW 同阿妈咧一样热爱音乐，所以一拍即合。JW 今年八月开 show 咧，阿妈事前仲喺 IG 度帮佢宣传，又话边个买飞可以揾佢咁啊。哇，嗰阵阿妈真系好落力噶。不过当近日 JW 同十二亿阔少嘅恋情曝光之后咧，阿妈就曾经喺 IG 留言话唔应该对放弃你嘅人伤心，又话美女与野兽教晓佢，无论个样系点。最重要是亿万富翁的道理，那个铺咧前晚就不见了噶啦，换嚟咧就 Facebook 的留言。得啦，朋友，够啦，不需要话俾我知佢变咗，同埋全关于佢嘅嘢俾我睇，我已经知道啦。四粒药始终都是瞓唔着。讲到咁衰，好难唔明咯。我哋寻日都有问翻 J 得回应噶，佢就话唔想再讲，总之识佢人都明白啦。知情人士话 J 得同阿妈唔止分手过一次噶啦，衰阿妈成日夜蒲沟女咯。不过咧 ，J 得次次都俾阿妈氹翻，直至两年前 J 得死心决意分手，阿妈系应该以为咧同以前一样氹翻就冇事，直至 J 得嘅新恋情浮面，阿妈就觉得好唔甘心啦，于是态度咪由劲殷勤变咗去 IG 串爆咯。